今天晚上占了几个这个炊事啊？怕秦炊吗？怕秋停炊？这是炊事，不是铁刺，是炊事。炊事。嗯，你喜不喜欢吃这个？不用泡直接就可以吃啊？是啊。不会涩吗？不涩的这种啊，这个哪里会涩？没吃过。在树上摘下就可以吃啊，是那种可以下四本嘛？品种不一样。品种不对的呀、啊。这个洞啊，好笑好笑。你吃吗？特别醉，很醉的。还不是，嗯，是不是嘛？蛮甜的。蛮甜的啊，也蛮醉。那基本上你不出去了吧？我把你接回到楼上，你就住楼上吗？我房租都已经交了。交好房租了的。对。交了就交了嘛，交了你就住在楼上就行了嘛。那不浪费啊，不要。不要了。嗯。有什么浪费哦？我的车子又没有油了，怎么出去嘛？那你怎么出去？不是有摩托车吗？坐摩托车出去啊？对。那我叫你出去啊？我正骑着这个呀。黑妈妈你不怕？不是有灯吗？啊，这样就在楼上住就行了，我住这下面。不用，房租都交好了。交了就交了嘛，怕什么？走吧。这个实在要走，我这叫他住一个晚上，他就要走，交了房租就交了嘛。我的车又没有油了，坐摩托车那么黑。真的要走啊？那肯定嘛，说假了，房子都交了。那么晚了，不要走了吗？这个车子又没有油了。不是还有？有油不响了的。真的要走啊？不要走了吗？啊？啊，那我放了摩托，我载你出去，我用那个车载你出去。你为什么没有？真的。你不是说没油了吗？
是没有油啊，问题是你要走，我都加了一点水，我就走了。车子上水的。叫你不要走，你要走，那我不是加一点水？坐好不？我走了吧。好。那么晚了。叫小九他们一起出去喝奶茶，不知他们去不去。可以啊。晚上我就很少出去的，太黑了，这个路太小了，开了又不方便。还可以吧。如果叫你故意开摩托车出去，你更加胖。